常书成。常书成大哥，恭喜您，这也是您第一座十大最受欢迎男艺人的奖项，所有男艺人都上台去欢迎您。好开心的画面，这个是一家的团圆吗？陈大哥，恭喜你们。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天晚上都变成可能。我记得我拿到新这个电视第一个最受欢迎的男艺人是在1991年，那个时候是十大五男五女，我很侥幸，因为那时候演员不多，所以我拿了。那么接下来几十年，因为优秀人才太多，我一直都被冷落了。但是还好，至少我还有其他的奖项可以补充，不然我不可以待在这里。明年就是50年了，谢谢，谢谢这个奖。恭喜陈大哥，来的正是时候，至少我的记录里面有多一把刀了。谢谢你们，恭喜陈大哥，恭喜。